小林哥，你的账号名称不是鸡排要切不要辣耶。好吧，事到如今，我也只能说了，没错，我就是一尾活龙。那你……对，这是我之前不敢说，你就是我的老婆。哈？你说什么？跟我一起打团战，我一天到晚叫老婆，我喜欢的小羽毛儿就是依依。我吗？所以你说你私底下约你老婆出来见面，是真的吗？你不要激动。我没有激动。你冷静一点。我很冷静。我才是小羽毛儿。我也是刚刚看到一尾活龙才发现的。其实跟你打团战，互相叫老公老婆的小羽毛儿就是我。魏楚良，你在说什么？你是开玩笑的对？你告诉我，你是开玩笑的对不对啦？你不要乱讲话哦！你不要跟我笑，你不要跟我笑，收起这变态的笑容！你跟我说，不是真的，不是真的。不要这样子讲啊！小林哥，应该是真的啦。我的账号名称是波波爷依依，不是小羽毛。不。八大综合台，周一至周五晚间9点，一起干大事。